所以你就看到这番第一章的记载，这段
今仔日是，你著看讲哦，这个嘛是一个印传人来信耶稣的啦。所以这个，伊尾仔伊嘛佫有讲到真侪腓力的代志吼，安怎去传福音？当时只腓力是代表咱信主的过程中间其中一个人物，伊甲相不离性，伊甲道嘛。啊，要信主过程真侪问题需要了解，你才来想。这我是较鼓励，一定爱信仰顶面有问题，你一定爱问，因为你爱问得到上帝的回答以后，你的信才有根基，你才袂成做迷信。这是真重要。所以耶稣对道嘛对腓力所问到为着信仰的代志的疑问，耶稣拢无甲伊接应。等到耶稣透过这个时阵机会，甲伊的真理要解释，拢讲出来。下面这段就是伫这个状况之下所讲。所以今日咱大家分享三点 ，A、B、C 这三点，就是根据十四章第六节。耶稣讲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吼，若无照着我，无人有法度到上帝遐。所以，伫遮你有看到一句真理的话，咱就根据这三点，甲大家分享，以免耶稣回答腓力的问题。首先，就是人物不相信主，多加用心。”一个真理的启示，咱拢知影，多加留心这个事，伊的意义真大。而且，刚才讲其中，甲腓力问的问题有关系，因为问讲，你要去倒位，阮是变来找什么道甲你去，然后伊讲，你著甲，提备显现同款。所以耶稣伫遮就开始甲因教示多加留心的道理。咱拢知影上帝是灵，你目睭看袂到，所以你要去信一个你看袂到的神，这是对人来讲是一个真大的挑战，实在是无简单。所以若无上帝的帮助指引，咱无法度去拜着上帝。第二就是讲，伫遮伊甲咱讲，既然是一个真理的启示，所以伫遮有几点甲着的。头一个就是讲，既然咱看袂到，咱要信诶天父上帝，总是上帝知影咱诶需要，所以将伊诶独生子变作人，真侪人，吼，真侪人咱看会到诶形式，咱无法度甲伊接近，甲咱同款是人诶形式，互咱看会到。要看啥？看伊本人，搁看伊啥？讲诶话，搁看伊做。所以这三项是咱看会到的。当初的门使徒，因拢有看到耶稣本人。所以伫遮上帝安排多加热心，一个真重要就是讲，互人看会到、看袂到的上帝。所以这个看会到、看袂到，伫咱信仰过程中间是一个真重要。上帝并无贬低咱看会到的这个功能。当然，咱看会到的其实真有限，咱看会到物件真有限。你较看就是遮样，吼，所以你看拢表面的，但是你若讲根据科技的发展，咱会使看搁较远。这个宇宙中间，你用看较足侪，甚至哈勃迄个无线电望远镜拍去太空以后，你看搁较侪，总是。大你会使用望远镜，细汉你会使用显微镜，所以用看较足细，甚至物理学拢甲你讲有分子、原子、电子，这目睭其实拢看无，但是根据科技的进步，咱看会到足细。但是问题就是讲，有遮个科技的帮助，你敢能看到上帝？有还是看无？你只有能看到上帝所做的代志。所以保罗甲咱讲，自然界。有真济现象，你看落去，你就知讲，即后壁一定有一个上帝。所以直接看会到，看袂到，是即耶稣直接讲，讲恁即门徒，你已经对我遐久，
对我遐久啊，你敢唔知影讲啊？天平是啥物？你阁要求从看袂到的天平显现互你看，其实毋是讲袂使显现，总是伫遮，伊是要甲大家讲，我你看到我亲像看袂上。有当时我咧开同学会，看到人穿伊个镜子来，其实看到迄镜子，我就知影讲你是啥物人个，因为你个模样就是亲像你个老爸，啊，你个老爸就是阮个同学，所以有当迄个形象真正是一模一样，所以人讲镜袂使偷生着。耶稣就是甲回答讲，你若看到我，看到，所以耶稣是一个上帝完全个代表，因为伊无做。如果会使真多人，所以伊是三龙教也是三龙的，所以这是一个咱信仰中间一个真重要的真理。所以伫遮可能看到头一项是安尼，第二，伫遮讲你毋是干呢看见就好，你需要进一步去相信，相信这个物件啊，牵涉到咱啊信仰所一个基本的 element 就是信心。这个相信，咱知影信用还有对象，对象不是其他，咱是耶稣本身，所以伫遮嘛，多加着信这个真重要，莫讲去信我以外啦，因为你若无照着我，你无法度到天父遐，你嘛无法度去敬拜这位看袂着的天父。第三，伊讲这是一个事实。所有的人只有耶稣，伊甲上帝是合一，这是合一。所以这嘛是一个咱真理的解释。伊毋是甲针对一个人个名，咱看袂到的部分是伊内面的性命是啥物。而且耶稣甲咱讲，伊的性命是甲上帝结连做伙。伊讲上帝伫我内面，我嘛伫上帝内面。这个书伫十四章、十五章。讲到葡萄树，也是咧讲这项代志。这项代志重要就是讲，有甲上帝结连。所有的人还未得到救恩之前，甲上帝是结连，无法度结连。迄个关系是断的。所以伫遮会看到讲，多加罗先有一个真重要，伊甲上帝是结连做伙。所以伊甲你讲，我所讲的话，我所做的代志，拢是出自我的天父，差遣我来的这个天。毋是照我家己的意思，所有的人都有家己的意思，总是耶稣伫遮甲咱讲，多正就是甲天父结连，其中一个真重要就是讲，伊拢照上帝的意思去行，这是一个真理。所以伫遮，咱想讲耶稣甲咱共款，咱想要做啥就做啥物事，咱有这个自由意志，咱会使选择我要做啥物，总是啥物要照啥物人的意思，多正就是伫遮来。所以伫遮，咱看经章、记载，伊甲规个讲即段话。所以伫遮讲，你著爱信。你若无相信我讲，起码你看我所做，你嘛爱信。所以即、這个咱信仰的过程，敢毋是安尼？你爱先看见，即是看见以后，像拿单列，耶稣看到伊伫。无花果的树下面，耶稣就讲：“哎，拿单耶回应啥？讲我，我知影你是上帝的囝，你是以色列的王。”马上有这种认识出来，但是这个认识是伫头脑，伊知影，因为伊是基督的人，伊是有读过古约的人，所以伊知影讲弥赛亚是啥物款，所以伊知影讲今日规日甲伊讲，我有看到弥赛亚。所以，伊真正去甲耶稣相拄的时，伊就会使讲出这种话。总是耶稣继续甲拿单尼讲，讲因为我甲你讲，我看到你伫无花果树下，所以你就相信我讲。总是后壁要出，你会使看见搁较大个代志。你今日看到耶稣，已经是一个大代志啊，对无？拄到耶稣是一个大代志。总是讲，你会看更加大的事，因为耶稣要做的救恩，伊会看到。所以，而且咱看到讲，平平讲到大的代志，更加大的代志，嘛是伫周围圣经
回答个问题是，同款即句话佫走出来，你会做我要做个代志，甚至你会做佫较大个代志。所以即个圣经个结论，透过腓力即个人物，你着看讲，其实耶稣真敖教示，伊甲遮个人物对腓力来讲，对拿大勒来讲，对咱来讲，咱拢知影讲，阮就毋捌上帝。爱为上帝话开始圣经，所以我知影耶稣是上帝的囝，是咱的救主，也是咱的主。在真正对耶稣的崇拜，是对咱头脑开始，总是伫遮嘛，互咱看。伊甲腓力讲：“啊，你对我遐久，迄意思是啥物？就是讲你已经甲我接触遐久，你毋是安尼，耳仔听着我讲，你嘛亲目亲手甲我斗阵相拄。”所以，咱信用两个物件，一个是客观的认识，一个就是主观的接触。所以，拄到上帝，拄到耶稣，在你的信用中是一个真重要的事。总是咱也知影讲，我过去咱的信主中间有这两项的是，你的信用就是实在，这是多加的先互咱所看的。第二项。为什么讲到这个题目，会讲到挖苦信心？在这段第九章到十四章，你有看到记载天父嘛有记载耶稣，但是你无看到信心的问题。总是你去看第二十二章，你讲信我的人，你会做我做的代志，甚至你会使阁做阁较大的代志。这个听起来讲，我敢有迄个可能？耶稣，你是这么伟大，你是无罪。啊，你做个代志，我会使做个，你已经真了不起啊，对无？当时伊阁甲你讲讲，你会使做阁较大个代志。当初我看个这段圣经，我嘛是感觉讲，这也真趣。耶稣对咱个信心，比咱家己对家己个信心阁较大。啊，而且这位耶稣个嘴讲出来，绝对是毋是假个，对无？所以有当时咱就来想看卖，到底耶稣做过代志是啥物？伊讲的搁较大代志是啥物吼？所以伊后壁有一句话，伊讲因为我要返去天父啊，意思伊讲伊离开这个世界。啊，这个后壁你若继续读，十五再开始讲到后壁，讲到一个，讲到伊离开这个世界，总是伊会交到天父。搁找歹第二位个保密书，就是信心来奠定，甲所有人合作个。所以伊有一个接棒人。所以虽然伊无讲到信心这段，但是后壁已经拢是咧讲信心，就是因为我靠信心，你才有法度去做耶稣做个代志。就是我靠信心，你才有法度都加上。十三、十四、十五的应允，就是讲你求什么，我拢会使给你。你求什么，我拢会给你。哇，这个应允真大，敢若耶稣开一张空白支票，吼、哦，名签好，你今日你家己写，啊，佫毋是一张规本的，啊，一本用完佫会使佫摕。所以你知影这个应允是偌宝贵，偌宝贵的代志，但是听起来敢若 too good to be true 的。哇！互你这个英文感觉哇，互你惊一个讲哇，我家己对家己嘛无遐尼好个，总是这个英文是这样，就是因为这两项，所以咱会使做比耶稣做个更加大个代志。所以是一个，这是一个真奇妙个。所以伫遮咱看到，就是在开始头来讲，我实实在在甲你讲，圣经你若读过这吼，读到这句吼。后壁你讲的，就是足大个、足重要个代志。你譬如也好，耶稣你教示也好，你若看到圣经记载，我实实在在甲你讲的是，你着爱注意。后壁你讲的拢是真重要个代志，吼。后壁讲啥物？讲信我个人，到底咱做个代志，信我个人会使会做我做个代志。后壁就是讲，你要做上帝要做个代志，就是。
你爱看见讲，伊是安怎做，伊有一个 model， 就是上帝伫内面，伊伫上帝内面。所以你看到讲，这是一个耶稣做代志的 model。信的人都有看到。第二，伊讲到讲，你爱做啥物，做耶稣做的代志，就是靠这个工作的模式。所以咱的基督徒的人生观就是，咱来做工。退休，在我来讲，迄个名词的意思是换跑道，你是换位置的跑道，换另外一个跑道。可能你以前走100米，吼，200米就算手，但是你话年纪较济啊，走无较久，吼，你就爱换座，换迄个老人座，同行的吼，你看到啊，所以你有看到讲。这是一个人生无同款的阶段，总是有缘要做人。无论你倒一个跑道，你做医生也好，你做传道人也好，你上班也好，你绝对莫做应验无代志的。这是只甲你讲，已经真清楚。所以这是基督徒的人生观。第三就是讲，安怎讲？因为伊要离开这个世间，伊知影人的需要，伊看这门路对伊较久，犹原还佫问题真济，还佫会发作，所以伊会知影讲人的需要上帝的帮助，所以这个信心倒来。除了这要转去以前，佫有两个交代，讲你都爱甚物，大使命，或者你都爱。你也是有信心，所以伫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第8节，咱有为大使命所领受的使命甲权柄，还佫加一项信心的溃烂，你才有法度去做上帝爱咱做的代志。所以因为这个原因，信心这个名词就造出来。然后咱若要做上帝工，咱都爱。有伊个工作的模式，拄则是囝甲爸合伊。耶稣上天以后，咱工作的模式是正如咱来讲性情同工。性情伫咱内面，这个基本条件已经有啊，所以你爱甲伊合伊。总是我这个人要做代志，有我家己的意见，有我家己的意思。所以在這裡讓我們看，咱就要效法耶穌的這個馬路。他雖然是上帝的兒子，他有的是一個人，他有他的自由意志，總是他所做的工，在這裡很清楚，他只能做上帝愛他做，他絕對順服，做到上帝愛他做。這有的是他的選擇，有的也是一個自由意志的表现，总是伊是出自伊的欢喜感恩。所以伊捌讲过，伊讲我伫世间这条命，毋是人甲我抢去，毋是人的心肝甲我定罪，甲我抢去，毋是。伊讲我的命是为恁来写，因为这个差别真大，无人有法度审判耶稣，因为无罪，所以你无法度定伊的罪，定。看事情，伊个命毋是人提起，是伊家己主人下落来。所以伊就知影讲这个精神差足济。所以伫遮咱就知影讲，既然耶稣伊个工作个马路是安尼，啊，咱来效法。这是第二段，咱看到讲，这个信徒甲信心，所以为虾米要挖苦信心？因为你若无挖苦信心。你所做的甲上帝爱你做有共款无？无共款，差别伫倒位？差别真济。因为你若无照圣神的引导去做，你无做上帝爱你做，有一天上帝讲，耶稣讲，我毋捌你，我毋捌你。耶稣捌讲过这种话对无？真济门徒讲，我奉你的名。我因嘛有奉耶稣的名赶鬼、赶道、医病，总是耶稣来讲，你这是不法之人，你
迄、那个意思就讲，你无照我所甲你讲，你爱做我爱你做，你若照你个意思去做，伊问你奉主个名，然后所以我甲你讲，我唔问你，哎、欸，这真严重个代志。所以咱哩做工，毋是，一定爱记，一定爱做上个爱你做。这是一个第二段，咱挖掘信息爱做个代志。第三，进前咱思考几项代志，什么叫做大代志？迄大意思是重要，啊无就真微大吼，真重大。包括我予你个命令是登山步骤所讲，这是一般咱知影耶稣一世人地球所做个代志。下面叫做搁较大个代志，就是拄只遮大个代志，以外比搁较大个叫做搁较大个代志。即包括真侪信仰，真侪技术，因为有信心伫咱内面，咱有迄个困难，咱还佫有上帝予咱个应允，所以你甲上帝求啥，耶稣就会予你。即两项宝贝，予咱知影讲哇，真正会使做个足大个代志。所以耶稣头一个信仰是甲水变做酒。你捌行过神庙未？你捌行过神庙？请问信主的人是举手？信主的人举手。免客气，你这即个知影代志吼。你信主是一个啥？就是一个神庙。你信主是一个神庙，上帝所做。神庙就是讲上帝作为工所留下的遐痕迹，叫做神庙，包括去做。所以，现在你看会到，更较大个代志，我是提启示咯。七个教会，耶稣落尾，甲这七个教会的边界，当然包括这边，我有写这边，因为这是做比上耶稣做个更较大个代志。加所列个七个教会，耶稣所边界，这代志就是比耶稣做个更较大。有时间会使去啊，过来听吼，因为想讲受着魔鬼的试探，耶稣有食苦，伊敢能回答三个问题，把它解决。但是教会其中有一个比耶稣更加大个代志，伊是爱受着逼迫，受着苦难，落家悲叹。然后什么？啊，顺道有足侪例，你会看到讲，其实做会到，其实做会到。吼、哦，第二，咱都要向着咱的标杆，因为这个话是向上向什么人讲？向信神的人来讲，你信主，你会得救；信耶稣，你会得救，永远的活命。但是你若做搁较大个代志，耶稣安怎称呼这种人？你不是跟人得救的，你是什么？得胜，得胜的人有什么享受？会使甲耶稣坐到管理真侪城市。哇，这个英文真多，总是信主的人拢是得救者，但是不是所有人拢是得胜者。所以伫只咱阁看会到，有一个阁较大的意思，也是一个目标伫啊。所以每一个信徒，你除了你信主以后，你会使知影讲，我有一个更较大个目标，我要做得胜者。做得胜者就是你一世人拢做上帝爱你做，你一世人做个代志，每一工你个生活你所做个代志，拢是照着圣神的引导来做，这就是得胜者。甚至做到拄则讲，你会使有迄个志气，有迄、那个。骨子会使做个顺道，这就是得胜者。你不一定爱顺道，但是你迄个心智会使让你成做得胜者。主要讲，这个甲信心有啥物关系？就是咱用波多秋吼十五章一例，你著看到讲，咱都要这个波多秋，伊都要建立波多秋，你才有法度成就大代志。其他
你若不是大代志，就是啥物？细项的代志，啊，去估计的。所以只要咱看，圣经的记载真清楚，是这个马头。所以继续你看到讲，咱会使应用的头头就是讲，啊，我甲拄只这个，耶稣讲的这个，我甲你讲的话是出自我家己，是天父点住我来去，去做你家己的工。我甲这个天父改造信心。你就看到会成功。我甲你，我甲你讲的话是出自，是出自我个性情，由我来去做，你家己讲。所以咱是一个器皿，咱是一个器皿，是上帝要使用。你看到上帝甲人的中间，不是甲你性命的关系。咱这个大量的就是，咱来做伊，咱来做伊个，所以这是一个真趣味的马头，我嘛讲大家会使看。做基督徒，韩国人有一个譬喻，就是讲你敢若一只鹰只，吼，有形其实，一个形叫做啥物？圣经，安尼换一个形叫做圣经。所以福音派教会。拄到真大个挑战，就是我对圣经的了解不够济，我对圣经的了解比我对圣经的了解宽济，所以我的这个心真用，啊，这个心呢，我无啥要用，所以你讲一只鸟，鹰鸟要飞起，干呐靠一个心，飞未完全，完全飞未完，飞未完，真可惜，所以这是一个真大个挑战。总是这个啊，圣经耶稣已经真济所在，已经看到这个代志，所以伊特别哩提醒门徒，你都爱记哩一项，唔通袂记哩，还佫有一件事，你都爱注意动作。要学一件事动作，你都爱特别去用伊，用伊就是顺探圣神伫咱中间的感动引出。所以咱足够的是啊，就是讲着。你著爱无去消灭圣神的感动，你著爱听圣神智慧者的声。那意见无共的是，你爱顺服。种种在，就是一个咱需要学习的所在。因为你认捌耶稣，你相信，这个相信包括你所要行的代志，甲你做的代志，毋是干呢？我头脑知，我的生活，我要做的代志，我讲的话，我做的代志。我的行为都有关系，都是信心的延伸。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说，你若无选择照由我来领圣神的意思，你就是你做自己的工，是我自己得到荣耀。因为人有一个马路讲，你未去做你不相信的事情，你相信的事情你才会去做。过去韩国教会真兴旺的时，因有一对姊妹，有一天要去做礼拜，结果前一天落大雨，溪水拢涨起来，总是因去外国去教会，所以两个姊妹就祈祷，一个讲，我见咱有信心过吼，咱就甲聊过，因为我脚大了，足难过的。水道的什么？会开去，所以我会使行三里路。所以两个姊妹就尽量讲，从脚就到了。所以你知影迄个效果是什么？你去都不看啦，到尾再去用个下游去捡。所以这个事件，可能思考真侪代志，唔是干呢，我靠性情。就好啊，也是讲你对圣神的引传感动，咁真正是出自圣神。这是一个需要思考。当圣经有讲到，读书啊、脚道、不断步，迄是靠信心上帝了，一路安尼行，总是迄个道理是不是适合伫我迄当阵的处境？这是一个咱来思考的代志。
我毋是讲你无我靠信心的因传感动，乃是你啊才分辨。你要哪知？你着为细项代志开始练习，练习到尾啊，即嘛无顺利。若要甲我讲话，目睭甲我瞄者，脚甲我踢者，手甲我比者，我着知影伊啥物意思。咱甲信心的关系，嘛是为啊细项代志开始慢慢啊建立彼此的默契。所以你知影，这是出自信心，毋是出自慢慢。所以你讲，这个叫信心的艺术去行，确实是一个真大的学问。总是好消息是，你有法度做得到。要哪包括信心，这是一个真大的题目。而且，刚才甲大家提供三，第一就是讲，你就爱真侪人讲，我无法度去追求信心的生活，要哪追求，我唔知。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，也是讲我唔知上帝意思到底是啥物，即阵来去拄着问题。其中有一个基本的条件，就是讲，你袂使用消费的心态去求这项代志。你去百货公司买物件，你拢先看，看甲讲，哎，这个我喜欢，我才去买。用这个方式，你无法度去了解上帝旨意，你嘛无法度去有信心来甲你充满。差别伫倒位？你爱变倒头。你爱先甲上帝讲，你若互我知影你的意思，我绝对要照你去做行。这认知，你爱先认知，无论你买啥物物件互我，我一定甲你买。但我一种餐厅就是讲，你来，你甲我讲你要食偌济，一千块，我就算你一千块，迄是无菜单，迄种菜无好食。你若有这种爱先认知，你爱先讲，我要存汗。上帝的意思，你只要完全听上帝的意思，你袂使讲等上帝的意思，我知我才来决定我要遵循哪块。此路不通，同款性情充满嘛是同款。第三就是讲，你安尼你会经过性情充满以后，互你真侪恩赐，你会得到真侪，你意想不到，耶稣基督内面的丰富。奉献确实是比你想的、比你做的搁较济。我头一遍我信心充满时，我就得到一个文书，我就会使讲方言。啊，这讲方言，是小看。我太太的反应是，伊听无我咧讲啥，我讲我家己嘛唔知影我咧讲啥物，伊听无，但是我知影我咧讲啥。OK， 这是一个真重要的过程，爱求托啊，甲信心充满。所以上尾甲大家分享第三点，就是讲，在耶稣的教示，毋是干呐互个人，乃是互教会。伫只十三节、十四节，耶稣连续讲两摆同款的话：，恁若求托啥物，我就一定会应允予恁。讲两摆，表示啥物？这真重要。第二，伊强调讲伊个供应特别缺乏。第三就是讲，伊只讲个对象是恁，是你。伊这个代名词有改变。十三、十四节讲个是互恁，意思是互教会。所以这个应允是互教会，这是一个真宝贵，因为教会是上帝伫地上个代表。所以总是。你看到这个英文，你若丢什么，我袂给你。唔是干呐出现伫这个所在，十五章嘛有，所有其他圣经耶稣讲，你要丢什么，我就讲足侪话。但是你，请你注意一项，这唔是无条件，这是有条件。所以这个条件满足，这个英文就我就成就。这个条件就是讲，咱对来讲，第一段你要相信，这个信心。永远是咱信用的基础。第二，你要挖好信心，就是拄仔讲的 A 甲 B 这两条。第三 ，C 就会成就。这个条件满足，上帝这个应允就会使。所以你看到讲，还佫一项，既然讲到这个应允，拢会牵涉到一项，天父会得到荣耀。这跟上帝天父得到荣耀有关系。简单讲，咱拄仔讲的这种规定。
为开始你相信看袂着的上帝，甲上帝有接触，你认捌耶稣工作的马路，挖苦信心做上帝爱你做的工，这个代志，其中因为你会使有得到应允，所以你会使做发大的事。在路你若行完，这个 process 上尾的结果就是天父得到应允，上帝就得到应允。在宇宙中间，有一个人伊绝对袂相信，就是撒旦魔鬼。所以当咱行做上帝的器皿，行过这个 process， 就看到讲这是哇，上帝应允。而且甲大家分享，真侪教会我拄去去的时，拢有主日无无祈祷会，这是一个真可惜的代志。你要去求好上帝给你的应允，你要求啥物，你拢爱透过祈祷会。教会无偏难度，你要拼搏也无，你要找聚会地点，你要找到异象。你要有同心合意，得到属灵的圣神的恩赐，会使医病，你会使赶鬼，你会使行神迹，你会使传福音。你有活泼的敬拜，你要恢复起初的痛心，你服侍认真，你要行起来继续是，因为我有分别的能力，我用传扬天国的福音，我会使去最熟的一件，叮在，恁求什么？耶稣讲我袂予你。安那求？透过教会祈祷，祈祷会带来的信仰，绝对超过你所想的。我讲两个简单的见证，头一个就是有一个姊妹派去非洲做宣道士。看到一个人，圣经叫伊去，伊就去，完全顺服。去到遐，什么所在嘛唔知，也无什么人，伊捌的，总是伊就开始找一个所在住落，啊，就开始传落去。伊转来尾仔做见证，伊讲去遐几个月，伊甲我讲，你捌听过五块鱼的信仰无？伊讲迄就是发生伫我的身上。伊讲我几个月伫遐。算到我的冰箱透底是满满的，无论时阵我要去冰箱摕物件来煮食，内底拢满满。伊讲我真清楚，无人会把我的冰箱拍开买一大堆物件伫遐。第一个，新家就发生第一心情。第二个咧，有一个教会，一个兄弟，因为家庭的代志。走去自杀，伊是圣歌队的队员。总是，医生送去急诊，医生第二天就讲，叫恁亲属爱来，伊无救。伊吼来吞五六种的药啊，即无到伊，就准备袂着。啊，所以祈祷会就对一个兄弟，搁抽烟祈祷。总是有一天，有一个姊妹得到一个圣神的感动，讲就爱去伊的床边，甲伊抓伊的手，带伊做一个认罪的悔改祈祷。迄个认罪，认什么罪？这姊妹讲，我去我就知讲，我要替伊认什么罪？自杀是毋是罪？自杀，咱十界讲袂使杀人对吧？迄个murder的对象包括你。所以袂使自杀，总是伊无法度，伊也变嘛。即姊妹就去伊个床边抓伊个手，伫遐为伊做真侪悔改。伊甲你讲一句，讲天父啊，求你赦免伊个伤罪，予伊毋通带着即个罪离开即个世界。求上帝怜悯，莫予伊带着即个自杀的罪离开世界。过来。一礼拜又出，即马阁是圣歌在唱歌，为倒来祈祷会，这个教会，逐天六点拢有祈祷会，超过十点。
基督会所带来的恩就是这。耶稣甲咱讲，恁求啥物，我拢会给恁。所以叫做有耳孔的，我爱听信息。这是伫启示录，耶稣透过老约翰甲咱提醒一个真重要的教示。以上个就会分享到这，好，咱三个来祈祷。圣神的引带甲带领，常常甲众人三个伫咧，对祂会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